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水染液的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九色小套系月光白里边的06号，它是一个奶黄色啊。然后打两遍底，分别照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咱们在无名指和中指做晕染。首先呢，我在这个中指上做演示啊。咱们上了一遍，不打底，直接上磨砂封层，照好灯以后，把咱们紫色、玫红色、黄色啊，然后来给它去做晕染。这个水染液它是水状的，自然干的，只要你不照灯，可以随意的去调这个调节它啊。然后我这个晕染液呢，我重复做了好几遍，直到我满意了，我才等它干。然后给它上这个去做了其他的啊，然后把它调整好以后，我做了一个法式。这个法式的颜色我用到的是六色小套系马卡龙里边的02号啊。法式做好以后，然后挤白彩绘胶勾了一个边框啊，这个该断笔的地方就断，因为它毕竟是弧度。然后上加固照灯，然后用浮胶给它轻轻的沾上这个欧泊粉啊，这个欧泊粉真的是太闪了，然后再用白色做一下点缀，最后上加固封层完成，记得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